酸啊，要做什么那个流都从这里容易提炼出来的啊、哦。好，再来一个。来，这个，这黑黑的这个啊，哦、是黑黑的这个啊、哦，是三，这个是三斜晶系的啊、哦，看它有三个面啊、哦，它有三个面。这东西呢，我称之为电气石啊、哦。电气石可能大家稍微听过啊、哦，但它更有名的名字啊。哦叫做碧玺，什么叫碧玺？碧就是王先生、白小姐坐在石头上那个字啊。碧，碧玉那个碧，小家碧玉的碧嘛。玺就是玉玺，有没有？盖印章的那个玉玺啊，叫碧玺，来冲下去啊。啊，这个电气石啊。好，那这些呢？哈，我传下去跟经理啊，等下记得还给我哦。哈，啊，不要搞破坏哈，不要一下子。一下子变成好几颗了，对不对啊？好，所以哈、哦，大家拿到那个矿物的时候呢，仔细看一下哈、哦，它最大的特征是什么？它一定有固定的面数，所以比如说你拿到水晶，它就是六个面啊、哦；拿到硫化铁，它就也是正方形的样子啊、哦；拿到这个萤石，它就是像这个八面体的样子啊、哦。那彗星的这个样子，不是它真的，不是它具有什么魔力的啊、哦，不是它具有魔力啊、哦，你不要把它。那镶在剑上，它也会变得比较厉害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镶在有效就会比较厉害啊、哦。啊，但是因为它什么、哦，有晶体的结合能啊、哦，跟一些量子力学里会长成那个样子啊、哦，在后续的时候会提到啊、哦。OK， 好，那么所以呢，我们说古早化学家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，哦，中间沉寂很久，就刚最主要原因就是我刚刚讲的，因为你没有适当的量测工具啊、哦，直到 X 光出来啊。哦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成功的结晶的一个照片、哦、其实它有好几张没有成功的照片、哦、它不是第一张照片，第一张 X 光的晶体照片，但是它是第一张成功的晶体 X 光照片、哦、那这个照片呢，它打的是硫酸铜晶体，啊、哦，硫酸铜晶体。那这些黑黑的这些点啊、哦，在底下那个黑色这个点呢，就是它的这个老色点啊、哦，所以这个包里啊、哦，它。首先发展这个理论、哦、然后呢用着色的方法解决了什么呢？解决了、哦、原来矿石原子所构成的、哦、其实呢、哦、他是因为跟他同事在这个讨论的时候，他的同事研究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、哦、他的同事只研究说波动的东西在一个三维的光栅里头啊，他、哦、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啊、哦？那么 Lowry 他就很聪明，他想，哎，如果 X 光的波长很短的话，那当时其实你在猜想说晶体是由原子组成的，而且距离很短。他就想说，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东西拿来套用，然后呢去做实验，看看有没有着色的行为呢？哦，结果就真的给他看到了，啊、哦，就真的给他看到了，啊、哦，所以他就得了诺贝尔奖啊。那所以哈、哦，那最主要原理呢？哈、哦，当然就跟布拉格着色有关啊。布拉格后来抓了故事，就提出了一个更简单的理论啊、哦，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光波长跟我们晶体的间距差不多的时候呢。就可以形成渐振应反射，然后就形成导射点、啊、那同样的这个实验，除了 X 光做出来，发现了这件事情之外呢，后来又发现用中子啊，用中 diffraction 啊，中子导射啊，也可以达到相同的这个东西啊。所以这个啊，我之前也是做中子导射的啦啊，所以之前我们做了很多这种实验啊，晶体呢打中子就看到这个导射峰啊。周期性的这个导射部分导射点出现啊，电子啊，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实验室去做电子显微镜，你看到电子也可以导射啊，所以他们就用物质波的原理啊，它是波经过三维的光栅，也就是这个结晶啊，它就会形成导射啊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些导射的方法呢，提供了决定性的证据，告诉你说这些晶体呢是由周期性的原子或者是原子群所构成的。啊、哦，好，所以呢，在后来的时候，你知道它结构之后，如果我刚刚所讲的啊，就可以去物理学家可以去想问题，对不对啊？这物理学家最无聊，对不对啊？每次找事做啊、哦。那你知道它长相之后呢，我就给同学出一个题目：周期性的位能，一个位能会解，对不对？就给你周期性的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你可能要解德尔塔方程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解过德尔塔方程？中间有个位，这个位能是一个德尔塔方程的话，会长什么样子？啊、哦，那就有周期性的位能就出现了、啊，对不对、哦、所以呢，量子理论呢就进来了、哦、所以呢，量子理论进来之后呢，就发展出我们现在所谓的比较古典的固态物理学啊、哦。
配合什么呢？假设呢，这些理论呢，哈，可以用在解离性的物体上。如果我们进一步推导到非解离性的物体，啊，比如说非晶质、某种的材料，啊，这个通常呢，我们在固态物理学研究，可能比如它的电性，啊，以及热传，啊，还有什么呢？量子流体，啊，就是它流体性质，它流流体有些量子性质的流体呢。那把它接起来呢，哈，这个理论就称之为 condensed matter theory， 所谓凝态物理。啊，所以你说凝态物理东西不一定是像这种结晶很漂亮的，它可能是不漂亮的结晶，也可能是一些比较软的物质啊。那整个领域就称之为凝态物理啊。所以在物理学的领域里头呢，凝态物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分支啊，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、非常活跃的一个分支啊。因为呢，它跟我们的材料科学非常非常有关啊。好，所以呢，哈，以上呢是它跟固态物理学发展的历史啊。各位同学有什么问题的？有什么问题？没有问题啊。好，那所以呢，历史讲完了，我们要开始进到说，整个固态物理的一些最基础的部分啊。我们最基础的部分呢，开始导入一些简单的数学啊。我们首先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，如果依照我刚讲的东西的话呢？那我们晶体的构筑一定可以用数学的模式来表示啊，所以我们就需要知道一个东西哈，或者说我们创造一个数学的一个名词啊，叫做所谓的 Lattice Translation Vector， 所谓的晶泽平移向量啊 ，Lattice Translation 的晶泽平移向量啊。那什么叫做晶泽平移向量呢？哈，那依照我们前面的定义啊，一个理想的晶体啊，它是由这个相同的原子群或者是原子啊。周期性的重复啊，到无穷远处所形成的啊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就会把这样的一个构筑单元啊，来我来画一下比较清楚啊。我们今天假设要去建构一个材料啊，它的一些基础单元可能是一个白的，一个黄的。啊，这样形成一个单元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样子啊，晶体这样接在一起啊，这样形成一个单元啊。那也可能是只有单一颗啊，甚至说你的构筑单元可以是这样子啊。啊，这是你的什么构筑的一个单元啊？好，那每一个这个东西啊，每一个这个东西，我用它假设周期性的重复把这一块。移到这边来，啊，再做一块，啊，再做一块，啊，这样子的一个构筑单元，好，这样的一个东西，啊，这样的一个东西，啊，这样的一个东西，我们就叫做 basis， 好，那。中文好像有翻成基源，对不对？啊 ，basis 啊，就是我用来建构一个周期性原子的一个最小、最基础的一个单位，叫 basis 啊。那你可能一颗，可能是两颗，可能是很多颗啊。但是呢，它基本上呢，啊，它就是在你构筑原子里头，你可以说这样子两个叫做一个基源啊，一个基源大概就这样子就够了啊。你可以把两个把它放在一起啊，这个 basis。好，那么把这些基源呢放在什么呢？放在一个周期性的位置上，这些位置啊，所以这叫基源啊。那位置呢？周期性的这个位置，这种东西呢，我们就称之为 lattice。啊，就是我们称的晶格，啊，或是 lattice point 的晶格点啊，假设多一个 point， 啊，晶格点，啊，那晶格点只是一个空间中一个周期性的位置，它没有任何东西啊。你要把这个基源把它放进去，啊，把一个一个这样放进去。啊，它才是形成所谓的晶体啊，所以我可以把这个晶圆，比如说我把这个晶圆放进去，把它放进去，
就变得怎么样呢？变成这样子。先把这边画完啊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子啊。我可以把一个机缘啊，这是机缘，放进我的内壁。所以这样放进去之后呢，我就这样就会形成一个什么？一个晶体啊。所以这几个关系要弄清楚啊 ，basis 跟 basis 啊是不一样的啊。好，那这样有没有问题？所以你们看到课本这张图啊，啊，你看它有个 space basis， 空间中的一个一个的黑点啊，一个一个小黑点。那它的 basis 呢，就画成一个大颗一个小颗啊，它有两种不同的原子。他把这样一个原子一组丢进去，一组丢进去，一组丢进去，最后我丢满了整个空间，它就是这个什么晶体结构啊 ，crystal structure。这样有没有问题？有问题？没有。好，那刚刚我们这画图当然是二维空间的哈。假设今天我在三维空间的话呢？那么这些这个晶体呢，哈，这些晶体呢，它可以由三个平移向量去构筑一个晶体啊。那三个平移向量呢，我一般在物理物理学的会用 A1、A2、A3 来表示哈。那这 A1、A2、A3 呢，就是称之为这个平移向量哈。比如说以这张图来说，我这个晶格点哈，用黄色画哈。这个晶格点到这个晶格点啊，这个晶格点到这个晶格点啊，比如说这个叫 A1， 这个叫 A2 啊，这种东西呢就称之为什么 translation vector 啊，所以晶体晶格平移向量 translation 啊，平移向量啊。好，那这是二维空间嘛，对不对啊、哦？所以如果你离开二次元世界，你到三次元世界之后呢，它就需要三个哦 ，A1、A2、A3 啊。那注意我这里头啊、哦、，A1、A2、A3 啊、哦，因为处理是代表是向量啊、哦，它不是垂量啊、哦，处理是其实 A 上面有箭头啊、哦。那这些平移向量呢，经过了平移操作之后呢，也就是说我这个点移到这边去的时候呢，它会让这边的晶体看起来跟这边一模一样，也就是说我这个东西呢，啊，这个机缘放在这个 lattice 机格点上呢，我经过了一个平移向量之后，我还是会看到一个一模一样的一个东西，啊，就往前走，看起来一模一样，再往前走，看起来是一模一样，啊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假设今天我们要去定义空间中的某一个晶。某一个晶格，或是某一个单位晶格啊，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数学式来表示啊 ，R' 等于 R 加上 E1 A1 加 E2 A2 加 E3 A3 啊，什么意思呢？今天假设这个叫 A1 A2， 对不对啊？那我们往前移一个，这个地方呢，它也是个 A1， 但是呢，它相对这个原点的位置呢，是几个 A1？ 两个 A1 嘛。白沙画这么长，两个 A1 对不对？那到这边呢，三个 A1 对不对？那这个点呢，这个点相当这样子好了，这个点呢，相当于几个 A1， 两个 A1 嘛，对不对？二 A1 加上一个 A2 嘛，是不是？啊、哦，这个没有问题哈、哦。那为什么加一个 R 呢？这是一个参考点的概念哈、哦，我们可以把 R 定位在啊、哦，比如说你们现在手上拿一个晶体嘛，对不对？你把晶体的某个尖端当作原点 O， 对不对？那 O 到你的晶体上的某一个晶格点，这个距离叫 R， 对不对？那今天假设外界有一个任意位置的人，想要知道说你这个晶格的位置的话，好，今天有个人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我想要知道这个位置向量的话，我只要知道它到原点的位置，对不对？叫做 R， 对不对？那其他的呢，就由我们原来的什么这一个
U1A1+U2A+U3A3 啊、哦，相对于原点啊、哦、跟参考点的这个 R 位置啊、哦，我就知道怎么样，知道说，哎、欸，我这个人到这个参考点的位置啊、哦，所以我们用一个比较广义的一个坐标的参考坐标来做一个表示啊、哦，这样有意思吗？可以吗？啊、哦，就是概念像什么？比如说我今天在这个学校里头上课，对不对啊、哦？那假设说有外宾来参观啊、哦，你会怎么跟他讲说我们要到哪个教室参观呢？我们当然知道说你从大门口，比如说走到科学馆，对不对啊、哦？斜斜走，穿过草坪就到科学馆了，对不对啊、哦？那个东西是什么？科学馆相当于大门就是闸嘛，对不对啊、哦？那 U1A1U2A3就第几楼嘛？那外宾他只要知道什么？只要知道这个。是多少？那个 R 是多少？对不对？先知道走到中原大学嘛，再知道你怎么走到哪一个楼嘛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那他就可以怎么样？你不管人在哪里，他先找到中原大学，对不对？就是找到你的参考点，再来去找说在中原大学里哪一间就可以了。啊、哦，所以这是一个相对坐标跟绝对坐标转换的一个关系式啊。啊、哦，好，那不要记 U1A1U2A2跟U3A3的 U。都是整数啊，因为我们题要移完整一个啊，才是什么？才是这个一个金额的移动啊，因为 A1A2 呢，这是一个完整的平行向量啊。好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啊。好，那这个 R 呢，就相这 R 呢就有这个式子。就是说我怎么去看到这个相对的原子位置啊、哦？好，那现在中声哦，先下课休息10分钟。